阿相比起精于内交经常来讲的梁振英呢，真的可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了。更有传媒爆料指，早前局长得知有办学团体率领学生几乎印尼考察交流，本来纯属普通的学生研习分享会，点知吴克俭又要求参与，结果就以公务身份外访印尼，涉嫌呢是滥用公帑为自己游浮。当然压轴呢就要讲翻国教事件啊。早前国民教育闹到满城风雨，政府被指要向下一代洗脑，学习爱国爱党的思想，经过多次游行集会，令到过十万名学生、家长、支持者日以继夜、夜以继日包围政府总部，要求撤回国民教育。